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他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看到你才胸口郁闷呢。为什么要叫你做？先去旁边，先在这边请示就好了、啊。就先准备。这就是明知而不自知。明知而不自知。我都讲完了，你还去讲吗？他要问什么？他问什么？他胸口闷。胸口闷，胸口闷很正常。你胸口不闷才不正常。闷的不是你，闷的是你的灵。那他还是有聪明的时候。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是这样。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你不用写了。你揪在那里不是办法。如果修行有这么容易的话，那大家都别就不用修得那么辛苦了。一定都会有所顾虑，一定都会有所疙瘩在那里，但是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，连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关卡的话，你要怎么去跨越修行那条线？修行先修自我，如果自我的那道关没办法去跨越的话，那就更别说修行那条路了，懂吗？但是你就是自己这一关一直过不去。修行讲来讲去都是在讲心，过不去就是过不去。那怎么办？你都知道啊，你也知道为什么会胸闷啊，你也知道什么原因啊，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都知道啊，我要修行，明知道我是敏感体质，那为什么还要来问？是因为在逃啊，一直跨越不出去，跨越不出去，难受的是谁？不是只有你自己的问题。你说时候没有说你一定要去选择什么，但是你能先做到什么？你要先有行动。但是连行动都没看到你的行动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在跟那些信众讲说啊，你可以到庙，你去就是用擦擦桌子、扫扫地、拖拖地也好，从那时候开始做起，然后慢慢去了解，慢慢去放下心里面的那个戒心。越敏感体的人最能感受到那些无形人家所感受不到的力量。人都很慈悲，但是该注定要做的逃不了。为什么有规定？因为懒人的怠惰、懒散、逃避逼出来。人，你们人都有规定，我们神也有规定。我们既然被请来这间宫庙作为配神，我们就要尊重主神的规定，主神有他所定的规定跟宫规，那我们也不能去越矩去跨越。虽然神都平等，只是格不一样，但是既然入了这里，那我们就要拼命行事。我刚不是跟师兄讲了吗？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也很难受，但是你就是跨不去了。天看达达，中气也行。是否这样？看，我看了，我来了这里，那么就看来看去，人永远除了自己的心过不去以外，
还会因为人受影响。所以为什么叫人心？所以人跟心是修行里面最困难的。人又分为自己，又分为别人。心分为自己，也分为别人。那你能否去做到放下、下放？你以为这些人都心甘情愿待了那么久，他们都好像很轻松啊，做这些好像都很开心啊？没有，心里千百个不愿意，心里无数个抱怨。如果他们能够丢下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那多好。他们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但是他们秉持着什么维持到现在？而那些离开的人为什么待不住？你要记得，你今天是为了什么而修？那你修行又是为了什么？去理解。如果是因为人，他不是说他有问题，我现在在帮他用了。因为规定，因为严格，所以跨越的情绪。那桂花都不行，连跟桂花讲说再多都没有，那靠自己去走出来，懂吗？不难。对，执念。我这么小声，你都听，您都听。对你来说，不，这些都不难，但是你的执念就在这里。你就是没办法放下，你心中的那一道墙就这么厚，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劈破。所以人说再多都没有，这个也是待了几年、念了几年、骂了几年、讲了几年，同样的问题，从待了几年一样讲了几年，但他还是没有改。但是他还是建议继续这样，他并不会说啊，我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做，我没办法，我学不来，他就都不做了，是这真的都不做了。但是他还愿意继续在这里服务，所以众神睁眼闭眼。但是当然不可能一给一拖，拖一年又一年，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，到最后还是有惨的嘛。所以大家看。三年还是4年？他惩罚的数是那个数是次数就超过5根手指，别人都不会，就他会。那他也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会变这样，他不会去想是自己的问题，就是不是心态了。那你也不能抱怨他，我为什么是敏感体质？为什么今天要走上这条路？我要走上这样的地步？那没办法，你遇到就是一个半重新投胎了。重新投胎是一样，展品展，重新再来过，还是得做。但是这次还是要做啊，他还是下辈子，还是要做啊。你都知道啊，下辈子的愿上辈子，说得到、啊，你都知道啊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啊，这要市场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说得到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他原本做不到，所以他就是。对啊。但是他回来能做什么、啊？你先去，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到哪间公庙，你可以去别人公庙看看。吃完胸口就不闷了。是。所以嘞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对啊。算还要问什么？没有，我都讲完了。好，那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做义工吗？做治百病。一个是治百病。谢谢大夫，不用哦，不用谢。我希望看到你有所不同。好。要不是我每次都要看到你。我也很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坐在那里上。那没办法，我就是被舒服到不能自己。我就很讨厌被处理的感觉。
谁喜欢被处理？被处理很难受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这里过来，这也是过来的。你要问他人，他可以跟你讲。我看到这样，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努力，蛮心疼他。太子的机身也是过来。对，明明也是过来。所以把自己练强壮啊，怎么练？修嘛，就这样子。只有他不是过来人的。只有他，他也不是，他也不是过来人。他下有自知，这个就没有自知。我是蛮乖。没感觉，是不是感觉悄悄逼近？悄悄逼近。没问题啊，真的没问题啊。可以，闷了。你吃下去，你吃下去就不闷了。他一直都知道，是你不知道。他一直都知道。他在让你知道，但你却不知道。你是知道，还要装不知道。假装不知道。不愿意面对他。面对一件事情，就像在讲，放下，放不下就没有办法跨那个坎。看你是下放还是放下。要舍掉一些东西，真的舍得掉吗？不行就找些东西来发泄。发泄的时候就吃草莓就是发泄。好好，那我也要吃草莓。今天有，今天还有。我刚以为刚刚前面就问完，没有问，没有问完，然后那旁边有一个，那全部坐后排来考试了。考试。都没人到时候第一下来，我要考试了。嗯，会。开始先考，先测。谢谢。好，这个你先测。那个已经烂掉了。拜拜。谢谢。哎，还闷不？他闷不？他闷，我也没办法去做。等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不要考，开始先来考试。不要，那就几点？十一点多。让大家考试。明明就是他要早点回去。没有，我上次说我要早点回去，到最后面我也是被大家一块讲，我都很尽职的。他不要哭哎。小妹啊，不用了，不用就好了。哦，老卡想碰到，心中去用耐着。老卡想碰。第二句是什么？心中就奶流，对，盐呐，就是气到奶流，被轮子碾过去。好，好，不行，再给你们吃啦，吃太多了。我让鸡子抱回去吃。大部分都是看得懂，不愿意改。改不改？来，他给我一个笑容。又迟疑了。那么，没事，再多久？再个人。树叶呼呼都休息。烟云桥渡云烟，烟天花雾何时？石魂影见空切，摇头送花舞。英明共华修仙迎亲，替送出书一壶渡花。英明天荒无言，石送无花秋天替大花言。恭送太子。新增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